灵谷主的中心，本宫就笑纳了。谷主，仙姬，你对本宫做了什么？万花谷谷主林浩清求见顺德仙姬。 谷主，你已经在这儿跪了好几日了，要不我先扶您回去，思雨替您在这儿跪着。万花谷谷主林浩清，求见顺德仙姬。万花谷谷主林浩清，求见顺德仙姬。跪了几日还不死心呢？啊！败军之将，仙姬没杀你就算不错了。你。 有脸来！仙姬已经不再是仙姬，督军威风倒是不减啊。万花谷谷主林浩清，求见顺德仙姬。仙姬凭什么见你？你们万花谷全数降了北元，谁能保证你不是叛徒？我若投降北元，怎敢再来仙师府？杀不杀我是仙姬的决定，终是浩清的本分。万花谷谷主林浩清，求见顺德仙姬。 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不是想见仙姬表忠心吗？机会来了，请吧，林谷主。谷主，拜见仙姬。本宫现已无权无势，徒有仙姬之名，连这寝殿都出不去。 不知道林谷主还来干什么？无论发生何事，仙姬始终是仙姬，浩清的忠心不会动摇。既然如此，林谷主的忠心，本宫就笑纳了。谷主。 仙姬，你对本宫做了什么？看来浩清休息的流利，和仙姬相冲，浩清罪该万死。你罪该万死之事，只怕不止这一桩吧。当初你嘴上说要替本宫着想，带着3000御林侍前往北渊，最后几乎尽数投降，受损最大的还是本宫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敢来见本宫！ 有几名万花谷御灵师，在人间行走时被仙姬派人带走，还望仙姬能将他们还给傲青。林浩清，你要的是他们的性命，还是这个？谷主，是祭白草。本宫不是傻子，这些就是在他们身上搜到的。祭白草是对抗大寒之物，而天下至寒，莫过于寒霜。 你想利用本宫来对抗仙师府，你真是好算计，好胆量！仙姬应该知道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<笑>本宫不需要朋友，一切只需为本宫所用。朱琳，是，将他们俩拖下去，还有那些御灵师，都给本宫杀了。是，不要仙姬，不要！仙姬，浩清确有司机，仙姬有任何惩罚，我都甘愿接受。 只求仙姬放过他们，让浩清保全万花谷平安，浩清这条残命，皆为仙姬所用。仙姬要你这个废物有何用？仙姬若是虚人去抓御灵师，让渡灵力，浩清总比朱灵强。本宫还记得在万花谷初见之时，林谷主意气风发的模样。想当初心高气傲的林谷主，现在当真甘愿当一条本宫的走狗？ 万物众生都该匍匐在仙姬脚下，浩清也不例外。但是太过凶狠的狗，本宫和仙师府一样，可不敢随意解开锁链。林谷主，你若想救万花谷之人，就该拿出你的忠心，给本宫看看。
谷主不可以，这几百草百年难遇，错过这一棵就再难找到下一棵了。林谷主，你的先世好像不怎么听话。好，你要的人本宫还给你，但是你记住，在本宫面前摇好你的尾巴，有用的畜生本宫才许他活命。是。是。谷主。长老。谷主。长老辛苦，诸位弟兄辛苦了。谷主，几百草来之不易，您不该拿它来换老夫的性命，不值啊！长老言重了，况且那几百草并未回去。你，这，那之前被顺德毁掉的那颗，那是谷主见顺德之前所做的赝品。此事还得谢谢思雨，是他挑衅顺德引发混乱，才有机会取回这颗真正的药草。还有脸来？今日之局是谷主提前设计好的。是，顺德受到天君和仙师的压制，身边只有朱灵之流，需要有人效忠。我若投诚顺德，他定不会杀我。只是顺德性格跋扈残忍，向来喜好玩弄他人，也不会让我解开寒霜摆脱控制。祭百草若在他之手，他就算回去也不会给我，所以我们只能假意回去，实则调包，这才是最稳妥的办法。可是我等听说，为了我们，谷主您受尽了顺德的折辱。哎呀，我们就不值得让您去践踏自己的尊严。长老，没有什么比命更值得、更重要。谷主，眼下人已经救下，是否抓紧回万花谷？我刚刚投诚顺德，不宜立即行动。长老，请您带着众弟子先行回谷养伤，我继续留下研制解药。也方便监视顺德。好。林浩卿暗中做的那些事，偏偏顺德就罢了，你呢，就不管管？皮肤汗术，就算贪一生勇气可嘉，那又怎么样？结局早已经注定了。也是，这个林浩卿与他那不识时务的父亲一样，都是天真。不过宁清啊，这么多弟子由着顺德派出去，你就不怕事情闹大？那不正合你意？你入梦见他时，不就已经想好了吗？知道我背着你找过他，你倒是一点不生气，还如此配合，我很是感动啊。看来我们还是秦岭无间的好搭档。等着，棋盘终局将至，许诺你的就要到了。这些时日你抓的御灵石越来越少，不如本宫直接用了你如何？仙姬，属下对您忠心耿耿啊。师父，师父，你终于来看本宫了。恢复得不错。
如灵放心，我会去寻得更好的药材，你的脸很快就能复原。能不能多给我抓一些御灵石，越多越好。是想要他们呢，还是想要他们的灵力呀？有了灵力，不就可以恢复得更快些吗？那你问问他，什么是雷火地脉？我去寻药了，其他事物你看着处理便是。仙姬，属下驻守凌霜台时听说，这雷火地脉是跨越北渊的地火古脉，只是沉睡多年，一旦重燃，地火爆发，北渊将寸土不存。到时候那些御灵师无处可去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